那个树挡着你的那个七星级酒店吗？你应该是站在那个角的去合计。已经开了。应该站在那个角的那个能清吗？这不行。弄出来了之后，我跟你说他自己接了。那就不让进。
哎，那部电影叫《说到什么》那部电影？那个树挡着那个七星级酒店嘛，你应该去站到那个角的去喝酒。已经开了。应该站在那个角的那个问题嘛，这不行。北辰西路。